上来就会被打，就没办法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一个动作呢是把这个工作区拿起膜，下一个粉浆搅均匀。的同学哦，有些就会去那个纺织研究所上班的，然后我们那个布料里面有一种就是叫那个鸡皮，有没有？还是绒布？它就是在纺这种触感的，有没有？我们穿的衣服有些是木材做的，你们知道吗？